迪士尼主题，大家打扮成公主、王子，跟各种童话人物华丽进场。本土 MIT 品牌新盛科技25号在台中盛大举行2024影像丰盛春酒活动，入口直接摆放一台双 B 百万豪华名车，全场气氛嗨翻天。我觉得现在的人最需要的是希望，所以希望要从哪里去制造出来，就是从结果。那事实上我们证明，即使是疫情的期间呢，我们也不断的业绩是微幅的在成长中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，也让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在这些方面努力。真的用完之后紧实度真的越来越明显，对，其实它可以抚平细纹，是，而且其实保水度非常好，脸也变得比较 Q 弹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用完之后真的很满意，很喜欢，所以我想要亲身代言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推荐。新盛科技成立24年，拥有丰富制造业代工经验跟专业研发团队与实验室。目前除了有保养器材跟保健食品之外，未来更是展望医美为诊，还有精准抗衰老预防、免疫细胞医疗。那我们现在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，以及在马来西亚也开始在找新的据点，因为其实现在呢，我们的其他国家的这些朋友，那不断的在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可以呢在那边成立一份公司，所以我相信呢，其实台湾人的努力已经开始被国际看见了。其实台湾的生技产业在这几年有飞快的进步，它不只是在亚洲发光发热，甚至有一些欧美国家的人呢也开始跟我们下订单。春酒午宴邀请到知名主持人郭彦均、张文琪以及铁肺歌后戴爱玲带来精彩节目。集团表示，希望员工跟协力厂商都能一起前进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MIT 品牌。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道。